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55页，855页，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。民平等普度啊，平等度生之德，彼土菩萨有大慈悲，愿饶益一切有情，故于一切众生不计亲疏恩怨，亦无彼我之分，更无冤为之想，视同一词，平等普度。故经云：亦无彼我为冤之想。这一句经文，对于我们今天社会，可以说是迫切需要。今天整个世界社会动乱，这个乱象让每个人都感到厌烦，许许多多人都在想如何对峙。能够将社会秩序恢复，像过去一样的安定。不要说过去太久，过去30年，跟现在相比，差距很大。过去30年实在讲已经是很乱了，但是比今跟今天相比呢，过去还是太平盛世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个原因我们要知道。人学坏了。跟什么学呢？跟电视学，跟网络学。电视网络失控了，疏忽了，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甚年甚年比，这是走下坡滑坡，滑得很严重啊。那么再下去10年，再下去10年怎么办？怕的是这个地球毁灭了。非常有可能呢，许许多多至死仁人，国家领导人，我见到过的，都提出这么个问题：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这个世界还会有救吗？这些问题非常严肃，非常尖锐。我的看法，要想恢复和平，只有一条路可走。哪一条路呢？宗教教育。
除这条路子，真的我想不出第二条路。我在马来西亚跟前首相马哈蒂讨论过的问题啊，他同意我的看法。啊，宗教可以团结，宗教要走向教育。啊，希望宗教要觉悟，要为整个世界和谐着想。啊，把今天细细的讲给信众们听，心量拓开。啊，代表神，代表上帝。啊，真正的爱世人。每一个宗教教义都是好的，啊，每一个宗教都教人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啊，每一个宗教都倡导啊要严守戒律。都重视伦理道德，其他的方法都来不及了。啊，毕竟在现在，世界上还有不少信奉宗教的人，啊，信奉的热忱不如前人，嗯，不说太久，就是30年以前呢，比不上。佛教要恢复教育，不恢复教育不行啊！啊，经典。是佛陀的教科书啊，理论我们要明了，要接受啊，他所说的全都是我们自己分内之事。啊，教我们怎样做人，怎样过日子，怎样工作，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在这个里头提升自己的境界啊，是一部非常好的教科书。啊，这个地方教给我们，换一句话是，我们要向西方极乐世界学习。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美好？原因何在？第一个，每一个往生的人经过严格的筛选，啊，他造无逆失恶不要紧，真正忏悔，真正改过自新，极乐世界还是会收容他的。不能改过的，极乐世界决定不接受。
啊，所以极乐世界都是好人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教学没中断过，所以在极乐世界这些人都受到最好的教育啊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还有十方诸佛如来啊，经常都到极乐世界去上课。无论我们想学什么法门啊，哪一种学术，应有尽有啊，老师都是如来，这是最高的学位啊，一定能把你教好。同学全是大菩萨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啊，极乐世界的筛选要上善啊，中下善根也能取，但是很短的时间就变成上善啊，在那里学习进步很快啊，啊，那个里头的人有大慈悲啊，这个大慈悲就是大爱啊，啊，佛门常说慈悲少说爱，慈悲就是爱，不一样的地方，慈悲爱里头有智慧，这叫慈悲。一般讲爱，爱里头有感情。那佛法里面爱是智慧，不是感情。愿，这是极乐世界的菩萨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都称之为菩萨。菩萨是学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克时而论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学校，是一个道场，那不是一个国家，不像国家啊，国家一定有行政组织啊，有国王，有大臣，极乐世界没有啊，一个国家一定有四农工商啊，这个社会有各行各业啊，极乐世界没有，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佛，一个菩萨，佛是老师，菩萨是学生，所以他是道道地地的一个学校啊，培养什么人呢？培养人成佛啊，这边这个没有了啊，是在培养佛，培养人成佛啊，佛是什么？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啊，佛是伦理、道德、智慧、德行、才艺啊，佛慧圆满的人，这个人叫做佛啊。你是这种学校，谁不乐意去学习啊？啊，它里面教学的课程
目标都是我们渴望的，我们需求，我们想得到。啊，而这个学校很容易去，不难。入学的条件很简单，啊，第一个你要真正相信，啊，相信有这个学校，极乐世界，相信有这个老师，阿弥陀佛。第二呢，你真正想去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你去做什么呢？去就是做佛，我不是为别的。做佛那个标准就是阿弥陀佛，我要学成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智慧，无量福德，啊，无量寿命，一切都无量。啊，不是为自私，不为自己，一切都无量的，才能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。啊，是为这个。苦难众生就是六五道里头的众生，啊，所以他有大愿啊，愿你看，饶益一切有情，啊，有情就是有烦恼的，情就是烦恼，啊，有烦恼当然造罪业，这些众生在六道里头轮回受苦啊，啊，帮助他们离苦得乐，啊，是为这个，啊，故于一切众生不计亲疏恩怨，心量大，以平等心待人有。恩怨平等啊，亲疏一样啊，一切众生里面年龄跟自己父母差不多大的是长辈，像对父母一样的孝顺尊重啊，年龄跟自己相差不多的兄弟姐妹啊，年龄小的跟自己儿女一样啊，又无比我之分，这一句更难得了，无比我之分呢，就是看成一体，前面不计亲疏恩怨是一家人，无比我之分是一体，更无违愿之想，哪里会有这种念头呢？啊，违是不顺，愿是怨恨，啊，这个在凡情里头常常有，有些人呢，天天有啊，看这个看不惯，看那个不如意，啊，总是心里头不平，有怨恨，有批评，有教训，总有这些。啊，视同一子，平等普度，这个态度
很难很难。啊，基督教里头说，上帝爱世人，把世人都看作是自己的独生子一样。上帝做到了，基督徒没做到。啊，基督徒有分别，啊，是同样信仰的。好像还有这么一点，不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那个待遇就不一样了。啊，上帝爱世人啊，基督徒爱上帝不爱世人。啊，我跟基督徒往来，我告诉他们，上帝爱我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上帝爱世人，我也爱世人，我也爱上帝，他爱我。我说他不爱你们，那为什么？你们爱上帝不爱世人。啊，佛菩萨大慈大悲，跟上帝是一个心的。啊，视同一子，平等普度，我们做到没有？同样是修佛的，都没有做到，有时候看成敌对。那我们用这几句经文来做标准，就把那一些幸福的人统统啊筛选掉了。啊，他们念佛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？不能呐。那到极乐世界，把极乐世界规矩全都破坏了。啊，阿弥陀佛不会来接你，弥陀不来接你，你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。西方太大了，找不到。啊，真正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这一段经文，这两行啊，你要好好的把它背熟啊，常常记在心里。啊，你要是违背了佛的这个心愿，你去不了。啊，一天念20万声都没用。什么时候平等心现前，清净心现前，你一天只念一声佛号都行，佛都欢喜你，都会接你去。啊，没有这样开阔的心量，慈悲的心量，啊，平等普度的心量，极乐世界去不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经里最后这一句，也无彼我为愿之想，那都平等的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。平等立身，这里假设一个问题，何以故？啊，
侯爷姑用现在的话说，为什么？下面解释：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行故啊，舍离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碍慧解发入入。这一定要学，不能不学。啊，解释里头有两段，第一段悲利解入，这是根本之啊。正是智慧啊，我们看注解。解：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行故啊。以下数句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小段，崇明自他而立，与平等说法的德行。前面提了，再重述，这什么意思？重要啊！怕我们疏忽掉了啊，重述再重述，不断的重述，这个意思就是提醒我们，啊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，做不到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自他而立，怎么个修法？要把他摆在第一，我为他服务，才能够令他觉悟啊。我只说不行啊，别人看到我们说我们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能说不能行啊，那怎么，那是骗人的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出来给大家看，大家看，哎，佛教育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别人对于佛教才会重视。如果做不到，人家是假的，佛教都是假的，会说都不能行。啊，不是对我们一个人批评，对整个佛教的批评，这个罪就重了。啊，因为我不善，我能说不能行，让社会大众啊，都连佛菩萨都批评了，都产生怀疑了，我这个过失就重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古大德有一句话说，说地狱门前僧道多，他
他的地狱罪是怎么造的？就是这样造的。自己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天天读经，我天天念佛，我天天在弘扬佛法，为什么还堕地狱？你没做到，让别人看到你的行为，对整个佛教有不利的批评。这种批评是造口业，毁谤三宝。毁谤三宝是因你而起。这个因果责任自己要负担了。那么今天修佛有困难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难在哪里呢？没有好老师。我看老师教我，老师就是这样的，老师没做到啊。所以那个老师问题就很严重了。一生能够遇到好老师，幸运。古人所谓啊，学生遇到好老师，遇缘分，可遇不可求。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更难了，到哪里去找啊？所以今天师道没有。30年前师道就没有了，现在到哪去了？我学佛是60年前，还遇到几个老师，以后没有了。老师要做榜样给学生看，学生才会更相信。老师教学非常不容易，时代走向民国，孝道衰了，师道渐渐没落了。我这样的年龄，抗战期间，中日战争爆发，我11岁。这个战争打了8年，结束的时候，我19岁。我这样子长成的。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师道。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。逃难的，国家收留。办了一些国立中学。专门收这些流亡学生。上学不要交学费，没钱呢，流亡的难民啊，学校里管吃管住。这是非常时期。
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跟经上讲的一样，像父母一样啊，对于学生的管教很严。老师尽老师的责任，也要尽父母的责任啊。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读书，师生的感情超过父子啊，老师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，我们一生都感恩啊。苦难的日子，老师们真是共甘苦同患难啊，同学当中的感情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比现在兄弟姐妹还好，有什么困难全心全力照顾帮助啊。我在学校年龄是小的，所以同学十之七八都不在了啊。想起那段时间我们非常怀念的，再见不到了啊。所以佛法在那个时候，可惜弘扬佛法的人太少了，没有听过人讲经啊。如果这种经典在那时候讲，没有一个不欢喜 啊。原来我们生活全在菩萨道里头啊，每一个人起心动念都是替别人想，没想自己啊。所以同学相处和睦超过兄弟姐妹啊，老师带头带得好啊，身教啊啊。我们看下面文啊，自他而立，你看与平等说法之德行，没有恩怨，对待任何人一律平等啊，都说真话，都说好话，因有差度生，均不利说法啊。到诸佛世界去参访，这叫有差了啊。差是差土，去参观去访问啊，都不利说法。但说法呢，不能利自觉，这一定道理的啊。自觉之后才能觉他，自觉之后这种参访才真正的利益，因为你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啊。去他方佛刹去参学，能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也能帮助佛教化众生啊。故下云：舍离一切执着，
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碍慧揭发入入啊，再说明自利之心的圆满啊，这四句以舍离我执啊，舍离执着为首，因此设为入道之关键。这现在没人懂啊，现在人学佛为什么入不能切入？我执太坚固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执的样子就是自私自利，一切都把自己的利益摆在首先，但别人的利益放在后头，这已经就有很严重的过失了。啊，现在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只看到自己的利益。啊，没有别人的利益的这个念头。啊，百分之百我要得到，我一分也不让人。今天人是这种念头啊，好处我全要。啊，一点点你都别想占。啊，这就是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。啊，这种心态如果不能改过来，那么这个社会20年之后30年之后问题严重了，没人能救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说这些道理，啊，展开经卷说这些道理，佛教的，一般人听到不相信啊，啊，说我们讲的全是骗人的，啊，与他们的利益有重大的损害。他怎么会接受呢？啊，自自然然产生了排斥，这排斥力量非常巨大。啊，这就是佛不度无缘之人呐。不是佛不度，他不能接受。他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了。啊，所以现在的教育，网络的教育，电视的教育，所教的内容都是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都是从小就教人竞争、斗争、啊战争，一切据为己有，啊，希望别人都死。这地球上资源我一个人独享，这样的念头
啊，这是几十年啊，电视网络啊教出来的年轻这一代。没有看到过正面的，全是负面的。啊，把负面的习以为常了，认为是正常的。佛经上讲的这个只是邪端，没听说过。怎么会有这种说法？啊，所以这些出家的法师自己也不敢说了，说了什么没人相信。啊，必须改变态度，随顺众生，人云亦云，人行一行，随着世俗走，同流合污啊！佛法有形式，实质没有了。啊，真学佛，那就是这段经文里头给我们提示的，从哪里下手呢？舍利执着，头一个不要再执着身体生活，啊，我们造作无量无边罪业，死了以后堕到三途，堕到地狱，罪从哪里造的？都是为着身造的，那身不生活，你说你冤不冤枉？为这个身体迷在这个里头，啊，产生严重的自私自利，啊，造作一切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啊，毁谤正法的事情。转眼之间就到地狱去了，那个地狱很容易去，很不容易出来。啊，前几天好像不到一个星期，我看到一个光碟，附体的啊，什么人呢？前清皇太极在地狱，讲得很清楚。啊，他来偷些信息，是地藏王菩萨允许他来的，给他的时间七天，七天再回到地狱，他罪还没受完。啊，这个光碟我看了一下，我也很受感动。啊，他幕后也说得很可怜，劝大家千万不要再造罪业了。啊，他说完之后要回地狱去，地狱太苦了，他躲在金刚地狱，一片火海。啊，为什么做地狱？做地狱的，他说他那个王位本来不是他的，是他哥哥的，他用欺骗的手段把他哥哥害死了，他能夺了王位，夺取王位。啊，做过王享几年的福啊，
啊，都在金刚地狱这么长的时间，就真正了解因果报应呢，不干这个事情啊。皇太极在位不长啊，是前秦第一个皇帝，那个时候还没入关，在东北，啊，从一个小部落建立成一个国家，啊，所以凡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名闻利养，我们现在知道了，都造的是地狱因呢。果报确实自作自受啊。那经文这个四句，把舍离执着摆在第一，因此视为入道之关键。大小乘都不例外，身见破了，真正看清楚，搞明白了，身不是我。啊，身是什么呢？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啊，我们肯为这一件衣服牺牲自己生命去堕地狱吗？不可能。啊，这个衣服真的对我不利，衣服可以不要啊，丢掉啊。那这身怎么样呢？身呢，你看我们为身，为身贪图享受，造无量无边罪业，将来堕地狱值不值得？不值得了。啊，财色名食睡五欲，还不都是为了身吗？啊，为了身享受，干这些恶业，啊，单单饮食这一段，吃众生肉。跟一生当中跟多少众生结下冤仇，因果经里告诉我们呢，吃他半斤呢，将来要还他八两啊，没有不还的。啊，到还债那一天后悔迟了啊。啊，我们没学过不知道啊。啊，听到这桩事情。啊，老师好。举出多少例证说明这是事实，这不是预言，不是小说。
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些老人都很慈悲呀。我们下午下班，吃过晚饭之后，就看这些老人，老人讲故事给我们听。所讲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。那他一生所看到的因果报应，自己本身所遇到的，说给我们听了。我们听了心里慢慢明白了。啊，头一个不敢再吃肉了。啊，我刚刚学佛，接触佛法大概六个月，不敢吃素，不敢再吃肉了。啊，素食六十一年了。啊，想到自己在抗战时候。没念书啊，是学。我打猎打了三年，杀了不少众生。这个打猎的果报是短命报啊。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读地藏经寒毛直竖啊。啊，在。不敢了，真正求忏悔。那反过来，有一点钱呢，在星期天都拿去放生。赎罪，啊，立志做这桩事情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看破放下，啊，比从前的执着轻了，还有啊，啊，比一般人轻，比一般人淡薄，啊，这个东西，轻一分，生一分智慧。轻两分，生两分智慧。啊，要看得很重，他生的是烦恼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入道的关键。我知破了，小乘正须陀洹苦，这就入道了。大乘。身见破了，正原教初信位的菩萨啊，虽然地位很低啊，我们通常叫他小小圣，他没有出六道轮回，但是他不再造罪业了啊，他决定不堕三恶道。啊，人间天上七次往返，他决定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了。这入道的好处啊！啊，大乘菩萨一级一级向上提升，提升到第七性位。啊，性位有十个阶级，初性到十性。第七性的菩萨断烦恼的功夫跟阿罗汉一样，即使烦恼断了，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七性是等于阿罗汉，八性是辟支佛，九性是菩萨，十性成佛。
啊，实心成佛是佛里头最低的一个层次。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，他很像佛，不是真佛。那么佛法里面讲真假标准是什么呢？用真心的是真佛，用妄心的是假佛。但是他妄心呢，是用得很正，他不邪啊？为什么呢？对于佛的经教他通达，他真的依教奉行啊，真的把佛经上所说的他都做到了啊。他没见性，为什么没见性呢？法执没放下，我执没有了，法执有啊，我没有，法是真的啊，法执也没有了，他就是真佛了。真佛不住十法界啊，住什么地方呢？住十宝庄严土，一真法界啊。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，像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真正住在哪里？住十宝土啊。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，是他的应化身啊，他的本身在十宝土啊，应身来了，就他的变化身也来投胎，事先八相成道啊，在这个世间住八十年啊，这叫应身。应身跟化身是一样，但是应身住的时间长，化身时间短。化身是来帮助你解决一个问题，解决完了之后它就没有了。啊，像虚云老和尚、超无太人，那个时候他四十多岁，啊，为报父母之恩，把潮汕的功德回向给父母，从定海普陀三步一拜，拜到山西五台，路上走了三年了啊，三步一磕头啊，一天只能走十里路差不多 啊，三年啊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这样辛苦的这个路程啊，当中生病，生过两次病，都是在旷野，就是附近没有村庄，没有人家，病倒了，不能动啊！哎，遇到一个教化，这个教化子看得很可怜，照顾他啊，山上找草药啊，外面讨饭分给他吃，照顾他十几天，身体慢慢恢复，能够继续再拜了，这就走了啊。过了大概一年，又一次路上病倒，哎，又碰到这个教化啊，两次病倒都是这个教化救他的啊。他问这个教化，问他名字，说他叫文吉，家住在哪里？就住在五台山。你到五台山，五台山人都知道我啊。他拜到五台山，
头一个就打听，没人晓得。啊，拜到庙里面，文殊菩萨向前，啊，问这些出家的师父，你们晓不晓得有个教化子叫文吉？啊，他把故事讲给大家听，人家说那是文殊菩萨了，他恍然大悟。啊，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。你看，有病的时候他出现了，病好了就不见了。啊，能够帮助你十几天，化身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年的眼神，不是他的本身，本身在十宝图。啊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定要知道的事情。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身边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。可是我们有能力应化身到他方世界去帮助有缘人，那就跟文殊菩萨一样有这个本事。啊，十方世界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曾经住过，啊，都有家亲眷属朋友。啊，这些有缘人遇到困难了，我们全知道。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？自己有应化身的能力啊。啊，时间短暂，化身去了。啊，时间很长呢，他应身去了。这是属于神足通啊，神足通真管事啊，管用啊。啊，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能力就恢复了。啊，自己没有证得，阿弥陀佛加持你，啊，让你有这种能力。啊，这是他方世界所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都有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文殊是阿惟越致菩萨。换句话说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所以对于生生世世的亲人，才真正能照顾到啊！你们有这个能力怎么照顾啊？下面举个例子：世尊，读明心而彻悟本心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，啊，夜晚看到一颗亮亮的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彻悟本心就是明心见性，这就成佛了。开口第一句话便道，这第一句话我们要记住，这是什么？事实真相。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
唯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这释迦牟尼佛开悟第一句话啊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你确确实实跟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德能啊，这种分身应身，这是属于德能啊，同样的相好，跟佛没有两样，你本来是佛啊，为什么现在搞成这样子？你有妄想，你有执着，所以你变成凡夫了啊。这一句话话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的，他叫什么呢？就叫这个啊。这一句话就是一切诸佛所说之法的一个总的源头，总的纲领啊，确确实实你是个佛了，因为你有妄想，这当中有个分别省略掉了，执着就是三大类的烦恼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华严经上说的。一般大乘经里面呢，不是用这个名相，他讲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就是此地讲的妄想、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是分别，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啊，见什么？见解。换句话说，你看错了啊，四十四想你想错了啊，看错了想错了啊，本来是佛了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还傲慢，还自以为是，你怎么能回头啊？你怎么会知道一切法的真相啊？故知舍离妄想执着，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。这个话一点都不错啊！你能够当下立刻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成佛了啊。谁做到了？释迦牟尼佛做到了，他在菩提树下啊，是业读明心，这是一个缘触动他豁然大悟，彻底明白了，这见性了啊。那什么呢？这三样三个烦恼放下了。在中国1300年，唐朝时候慧能大师啊，在这个地方说他，我们感觉很亲切，他是广东人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
没有听过经，也没有参过禅，也没有念过佛，与现在的佛法他边都没沾上啊。他在黄梅，老和尚分配他的工作是在对房里头冲米破柴啊，因为他是樵夫出身，山上砍柴，跳到城里来卖。这个行业抗战时候还有啊，有卖柴的卖水的啊，跳两桶水到城里来卖水。因为那个时候城里面居家的没有电灯，没有自来水啊，每一个家庭烧饭的时候是有灶烧柴火的啊，所以有这种苦力，这个生活很辛苦，砍柴跳水完全是卖劳力啊。现在有电了，有自来水，这种行业没有了啊，慧能是樵夫啊，五祖传法的时候传给他了，《坛经》上有记载，啊，在当时，每个人都认为五祖传法将来的第六祖肯定是神秀大师啊，神秀跟五祖时间最长啊，等于是五祖的助教，五祖出名了，每一天到他那里去访问的参学的络绎不绝，道场每一天吃饭的人1000多人呢，啊，挺热闹的大道场啊，啊，慧能也去参学，啊，五祖分配的工作是做苦工，没人瞧得起他。可是法传给他了啊，半夜三更五祖召见他，跟他讲金刚经大义，他不认识字，不需要用经本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开悟啊，我们今天翻开经本大概是1/4，金刚经里5000多字，讲了1000多字他开悟了，心性性是什么样子啊，他向五祖报告，只有5句话，这5句话就是他的博士论文。啊，五祖给他印证，一点都没错，一波就传给他了。他就是第六代祖。啊，5句话第一句，何其自信。本自清净啊，我们的真心是清净心，现在还是清净，一点改变都没有啊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就是经常所说的大般涅槃，
如来所证得的。第三句是本自具足，自信清净心里头具足万法，一样都不缺，本无动摇，自信是不动的，一切法是动的。这一段事情，今天量子力学家他们看见了啊，提出的报告给我们看，我们读到了啊，妄心是动的，真心不动，这自信本定。最后一句能生万法，那就是整个宇宙就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整个宇宙就是自信里头本有的，本自具足是没有发出来的，他没有欠缺，发出来之后就是宇宙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啊，包括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在里头，没有一个漏掉的。啊，这五句话说出来之后，五祖底下金刚经不讲了，行了，啊，真的明心见性的，一报给他，亲自送他走，赶快走。啊，为什么？嫉妒障碍。一拨给他，别人不服啊，不服就得抢找麻烦了，要把一拨夺回来啊。啊，你有什么资格叫一拨啊？啊，吴祖告他躲起来，他躲在猎人队15年，15年之后，大家把这个事情慢慢淡忘掉。他才出来这个障碍，我们必须知道，应该心里有所警觉，啊，你要不懂，年轻出头就被人家把你毁掉了。不但祖师如是给我们实现，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，佛陀在世僧团里面有6群比丘，这是佛的弟子专门捣蛋的，带头的提婆达多啊，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，啊，他对释迦牟尼佛不服，你能做佛，我为什么不能做佛？啊，所以总想把释迦牟尼佛除掉，他做佛啊，他也有一帮人相信他，跟着他的啊，戒律就是从这儿出来的，专门干一些坏事啊，释迦牟尼佛呢制定戒律，所以那是菩萨实现，没有这种实现，释迦牟尼佛就不会制定戒律了，这三藏就变成二藏了啊，就不会有律藏了啊，律藏是因为他们啊，
天天干些违背心得的事情。啊，外面呢有六师外道啊，来障碍佛法的啊。好在佛的在家弟子当时有十六大国王，他们护持，让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呢能够顺畅啊。没有国王大乘护法，佛法的弘扬肯定会受障碍。啊，佛祖事先给我们看，我们遇到一些障碍要服气呀。啊，要知道这是正常现象啊！我们弘法利生要一帆风顺，没有风，那反常啊！那说明我们的福报超过诸佛如来啊！啊，他们都做不到啊！啊，所以这是不能不懂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可是你一定要相信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成佛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。为什么？他跟我是一样的，我有智慧德相，他也有，只是我这个智慧德相显出来了，他没显出来，不是没有，他不比我差。所以对一切众生能生平等心，能生恭敬心，这个恭敬心就是普贤菩萨礼敬诸佛，对任何一个众生不敢轻慢，轻慢众生就是轻慢诸佛如来啊。那个轻慢心就是罪业，就是你自己菩提道上的障碍。谁障碍自己？自己障碍自己，不是别人呐。啊，那么唯一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，你就晓得凡夫成佛关键在哪里？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就成佛了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放下了，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放下了。啊，慧能大师所证得的，跟释迦牟尼佛证得的完全相同。啊，同一个境界。故知舍利妄想之主，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。这一句话一定要知道，要记住。啊，佛法修行不是修很多法门，不是读很多经典，不是，完全在放下。那么修法门读经典为什么？为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，我们没有能力一下放下，那怎么办呢？只有一点点一点点的啊，慢慢放下，每天能放一点，这就是进步，这是真正修行。如果每天经典读得很多啊，讲经讲得很好，烦恼习气没有放下，那你就是菩提道上毫无进步啊！讲一生经
啊，没有做什么大坏事，来生还可以得人身。啊，果报是福与慧。啊，你有智慧，你有福报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如果你用你的智慧福报去干坏事，再一世你就到三途地狱去了。这都是事实真相啊！你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，这一桩事情的可怕，那你就不能不重视净土。那我这一生决定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一些障难呢，才完全能消除啊！不是在极乐世界，这些障难你是决定不能避免的。啊，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给你做护身符啊，是你的保障啊！啊，他的四十八愿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读清楚，要彻底明了。啊，我们的信心才真正能够建立，愿心啊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学法门没问题，到极乐世界，一天的修学，超过在我们这个世界。我觉得一个劫都不止。啊，为什么？在极乐世界，你能够分身化身。啊，就像文殊菩萨帮助虚云老和尚一样。那是化身。极乐世界化身管用，他能办事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佛讲经说法没动，可是应化身，无量无边的应化身，到哪里去了？到十方诸佛刹土去供养佛。供佛是修福啊，去听经闻法是修慧呀。啊，多长的时间呢？不过是一顿饭的时间，你就回来了。你这一顿饭时间，你参访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你一尊佛对你说一句话吧。你就听了无量无边的佛法，所以超过在娑婆世界的一生所学的啊，真正想学佛法的人，这个机会你能错过吗？你在这个世界吃尽辛苦，得到的是很少啊，一生辛苦啊，很少啊。到极乐世界，一顿饭的时间，超过你太多太多了。啊，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，你相不相信？啊，真正相信了。我们对于什么样的修行人最尊敬？摆在第一位。经教里头所说的，祖师所说的，
愈夫愈富啊，乡下这些阿公阿婆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死心塌地去念，他不怀疑啊。你看他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手上一串念珠，对任何人都笑眯眯的，那他什么也不懂，什么杂念都没有，就是这一句佛号啊！我对于这种人五体投地啊！为什么？他们这种修行方法暗合道妙，他虽然不知道，上上跟人用功的方法跟他完全一样啊，上上跟人一切通达明了，他是一切不通达不明了，但是真心真愿真念佛完全相同。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啊？给诸位说，上辈上生，上辈上生祖师大德通常都说啊，什么地位？莲池大师讲的，初地到八地啊，这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最高的这个地位到八地，一般人不能比啊，但是一般人都瞧不起他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李老师给我讲过好多次，他就想学这些阿公阿婆，学不像啊，一生都没学成功啊。啊，可不可以学呢？真可以学啊！你真的明了了。一切放下，不要再想了啊！经书一个字都不要看了，那就像锅炉匠一样，真自在呀！啊，地仙法师那个方法妙绝了，就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没有时间，累了就休息啊，休息好了接着干，三年日知时斋，时知站着往生啊，往生还站了三天，等地仙法师替他办后事这个世间只有一个人，没有第二个人，站着往生的有很多，往生站了三天没听说过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，锅炉匠就是愚夫妇，什么都不懂啊，你叫他什么都教不会啊，所以地仙法师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行，他会了啊，这一句就管用了，其他都不必要了，能成无上道啊！啊，地老和尚对他的赞叹是真话，不是假话，天下红宗言教的大善知识不如你啊，红宗是禅宗大德，言教是教下的这些讲经的法师大德，没有人能比得上你啊，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，这是地仙法师
替郭庐江办后事，对他的赞叹。啊，是这一个时代，几百年当中第一人，没有看到有这样殊胜成就的人啊。我们真能发狠心呢，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做不到是什么呢？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，心发不出来。还是有贪嗔痴慢疑啊，还是贪多，什么都想学啊，光学多闻，殊不知人家用这个功夫三年念佛成就了。这样功夫用下去，我们常说十年一定可悟啊，三四年的时间会得三昧，心定了，六七年呢就可能开悟，不是大彻大悟，也肯定是大悟，大悟次数多了就彻悟了啊。慧能大师所度的这43个人我们了解啊，43个人有两三年大彻大悟，有六七年大彻大悟，有十几年大彻大悟，有20多年将近30年大彻大悟，啊，时间早晚不相同，是个人功力，但是彻悟之后境界完全相同。啊，这一些榜样我们都看到。啊，你真看穿了，看透了，我们对这些方法有信心，这些方法有坚实的理论做基础，它不是假的。啊，只要你真干，你就能成就。啊，一门深入，经典不能一门深入，那就学郭庐江。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一门深入，成佛不难的。啊，灾难虽然很多，地球不会毁灭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未来的时间还很长，真正下定决心3年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这是无比殊胜的法门啊！所以我到今年啊，去年85岁就下了决心了。所有一切经教不看了啊，我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，这一部黄念老的集结啊，集结提供给我们丰富的资料，让我们学习无量寿经会集本，够了啊，不要再搞别的东西了。
啊，事法佛法全放下了。啊，我自己这一生不能往生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深入宝山，空手而回。是彻底错了啊！啊，我们也在此地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。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了，啊，就是六个字：真心、真愿、真念。啊，故今续缘成就无量功德，这人一点都不假。无量功德就是往生净土，清净弥陀。啊，无碍慧者，指圆融通达的佛慧。佛智慧为一本里面做无碍智大集经云，无碍智慧无有边，善解众生三世事，这个智慧得到了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六道里的众生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事，他全知道。不必去问别人了。啊，无碍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无碍慧是自心里头本有的。啊，就是佛所讲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啊，不是佛的专利，人人都有。你只要把障碍除掉，智慧就现前，啊，能量就现前，啊，相好也现前。又发华经，化成玉品，啊，有这么几句经文：如来无碍智，智彼佛灭度。即声闻菩萨如见净灭度，啊，这是说这个智慧的德用，啊，知道彼佛灭度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什么时候灭度，他知道啊，啊，怎么会知道呢？佛的出现是众生机缘成熟，佛一定出现，大家都想学佛，大家心里头羡慕佛，佛就来了。这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大家不愿意学佛，大家讨厌佛，佛就灭度了。啊，佛实在讲没有生灭，是众生
缘所感应的。啊，缘成熟了，佛就现前；缘没有了，佛就不见了，就消失了。所以，佛实际上没有生灭。啊，即声闻菩萨如今尽灭度。啊，声闻是阿罗汉，菩萨从三贤到十圣，他们示现在世间全是为教化众生。啊，通通是原现在现，元宵就失掉了。啊，他们绝对没有自己。啊，我们要发心学习。众生不需要走了。大家都不需要，还有这一个需要。也要留下来帮助这一个。佛事门中不屑一人。借法入入，这一句的意思很深。净隐疏是隋朝慧远大师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叫一疏啊。借法入入，是其理解空同月入，皆知一切万法皆如，名皆如。啊，皆是了解，明白了。明白一切法皆是如如。啊，如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是空的意思。如是同的意思。一切法皆空，一切法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样。金刚经上所说，一切物质现象叫一合相。啊，一是什么？基本的物质。佛经上叫极微之微。啊，现在科学家称它做微中子。啊，这是物质最小的。物质的基础。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它组合成的。啊，离开它一切物质全没有。啊，所有物质现象叫一合。组合的一合相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这句话说得好啊！啊，一就是同啊，一样的啊，空，空是说它的性质。为什么说它是空呢？它是个幻象，它不是真的存在。啊，它的生灭速度就是它波动频率的速度，一秒钟1600兆啊，这波动现象一秒钟啊1600兆次，所以我们误以为它是有啊，这种现象就像现在看电视，电视里的频道一样。那相有体空啊，啊，本性是空的，所有现象也是空不可得，所以
对这些相有正确的看法，你的烦恼不起来了，贪嗔痴慢不会起来。为什么？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而且什么？不可得啊！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啊！不可得，你要去得它，这是很大的错误啊！你得不到，费尽辛苦造无量业，一无所获，那冤枉！六道众生个个如是啊！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